出来，真真原来性格其实还是有点内向，但是可能就是因为网络主播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改变了他。天色是有点蓝，气氛是有点暗，皎洁的月光显得特别亮，对白却很简单，像是精致装扮，显得通俗不堪。你不必太紧张，所以像真真这样的性格特别适合来到100秒的舞台进行挑战。一百秒之后，他会变成一个全新的自己。有缺憾也无妨，我要你的自由。